陆岩老师又在吃零食 啊，都已经很圆了，我没法修了。自从过年直播吃样品以来，我胖了3公斤，所以我从113斤胖到了118。就我这样身高，我这样体重，如果连我这个体格，男人都抱不动、hold 不住，算什么男人啊？哎，我都被嫌你是细狗了，居然敢嫌我胖！陆岩老师又在吃零食 啊，都已经很圆了，我没法修了。是，我承认，我胖了。自从过年直播吃样品以来，我胖了3公斤，而且这3公斤全部都泡在脸上。直播间每样产品我都亲自吃过，所以我从113斤胖到了118。啊，你胖这么多呀？欧记身高170啊，我可没有嫌过男生矮哦，因为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，太多事情都比身高重要了。但我170啊，我胖到118，就算我118了，BMI 还在标准之内，好不好？就我这样身高，我这样体重，如果连我这个体格，男人都抱不动、hold 不住，算什么男人啊？如果我工作不需要试吃，我都分分钟能瘦回来，好吗？哎，我都被嫌你是细狗了，居然还敢嫌我胖？谁给你的自信啊？细狗。